料子选用一块纯冰种水料，雕刻金枝玉叶，大业有成，内部飘有花色，冰感十足，表面六颗蛋面光泽鲜亮，水润通透，整个质地脚感非常的明显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料子，表面带有荧光，杠味很足，很强烈，非常的漂亮啊，金枝玉叶。